平板风起哥哥。欢迎我骑士，欢迎太阳哥哥。感谢太阳哥哥。小骑士星空卡，感谢我骑士星空卡，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这层哪个层这么冷？感谢我骑士十张星空卡。没有。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清凉，我怕被挨揍。感谢太阳哥哥，谢谢我骑士的188的小星星，我好怕今天被挨揍。你在广广，我在东莞。感谢骑士。哎，为什么我酷狗登录不了啊？等我，你去看一下骑士。好，欢迎水提。那你把号挂着嘛，我看不到你挂号，我心里面不安稳。这一场爱的催眠术，能解除依然。就是我有时候会去，我不会说粤语。有时候我去看后台，不是我去看我的那个观众时没看到你，我就觉得你不在这里，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去打别人直播间打开一下先。那你去吧。为什么喜欢看下棋？他看那个自走棋。欢迎平鞋哥哥。好，那我跳个舞。无忧之点。当爱情已落成，他看的是那个游戏，难道不想？我想什么？我想什么？感谢，谢谢，是6062哥哥，感谢染出哥哥。我准备跳个舞。我刚开播还没有被警告，等我一下。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sexy guy,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sexy guy,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Sexy guy.Sexy too.
주 기다리는 듯한 표정들 내겐 허락되지 않은 자리고 갈 곳을 잃은 채 떠드는 내 맘 Save me now 돌아갈 수 있을까 한없이 차가워지는 눈빛에 갇혀버린 날 Hold me now 잊어갈 수 있을까 무뎌져간 아픔을 한숨에 묻어 삼키는 이 밤 거울 속에 비친 나를 봐 짙은 화장으로 감춘 채 누군가 날 불러도 거짓으로 미소를 띈 채 관심 없는 척 대하는 걸 붉은 물이 드는 하늘빛 다시 찾아오는 밤 돌아갈 수 있을까 한없이 차가운 눈빛 그 속에 갇혀버린 날 Hold me now 잊어갈 수 있을까 무뎌져간 아픔을 한숨에 묻어 삼키는 이 밤 爱你憨憨。
七三，欢迎，好的，欢迎万哥，哎，万哥，你啥时候来了？万哥，你什么时候来了？昨天神针我自己抽奖来着的，感谢路人哥哥。昨天神针我自己抽奖来着的，我好骚，你好骚，我好喜欢啊！你两个会一直点我，我们又没有两个会一直点我，跳着天使跳就会一直点我吗？大哥子，大哥要子子怎样的吗？感谢谢谢谢我胖哥，感谢我胖哥的幸运券，谢我胖哥中了飞机，谢我胖哥中了两张飞机。一个就中了，哇，一发入魂。처음으로봤을때부터다르게운명의시간엔더더디게같이내가슴은널향했고내심장은다시또뛰었고꺼져버리던희미한불빛너로인해다시타오르는눈빛마치오래전부터널사랑한것같아뭔가에끌리듯끌려온것같아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자꾸가슴이시려서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to drugs, gay for pay, and free. Justin Bieber!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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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g.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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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g.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to drugs, gay for pay, and free. Justin Bieber!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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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g. Ch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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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g. Excuse me.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分，六分，现在快跳不了。感谢秀鬼哥。进行挑逗火线，没事，我去买个烟回来就黑了。慢的没事儿，慢的没事儿，快的不行。我们要看，我们看慢的吧。最近实在是那个，实在太严了，算了吧。现在阿飞闪退太多次电脑崩溃了。阿飞是哪位大哥？杨飞太难了。我也不知道，先别跳了。阿飞这么快换女装，阿飞是谁呀？我又六分，光荣六分。昨天好像都没被扣分，昨天就是被那个警告而已。不是没牌面，而是我刚直播没多久，所以说他没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感谢我牵挂哥哥。抽一抽，兄弟们帮忙抽一抽人头啊！我还感谢谢我们家为什么？谢谢哥哥那个续费邮箱，感谢我们家骑士，谢谢我三哥，感谢我三哥，谢谢哇邮箱，哪位大哥开通了邮箱吗？哪位大哥续费邮箱吗？邮箱大大也很厉害的。感谢谢谢 ID 哥送的勤洗手，谢谢。我想听你的耳朵擦得很油。哪位大哥的游侠呀？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此刻。哎，我这灯光为什么这么黄呀？我们家运营跟我讲了两三天了，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让我悠着点。我不知道会不会被说。哎呦天啊，笑死我了。没猜错的话，刚刚是你续啊，你续费的呀，是你续费的呀，你什么时候升级了我都不知道。感谢路人哥送我勤洗手，谢谢。我喊一下过山人头。感谢旺旺，谢旺旺哥，感谢我旺哥送的赞，没让我旺哥看到跳舞时属实有点难啊。还差一个，欢迎小 ID 啊，
你回来的手已经黑了。那我之前跳你有看到吗？之前的我感觉还行，下次要带着你正在，对，下次要带着我万哥，估计我万哥在的时候我买烟去了。不是，我之前面来的时候好像你们都在啊，我开场舞的时候。谢谢瑶瑶哥哥，谢瑶瑶哥送班卡，感谢我瑶哥送班卡。那个呗，那之前跳应该还好。我跟你说，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来跳舞。我最近好喜欢这首歌。Sexy guy, 这首歌让我很有 beautiful。关注了是虾飞哥哥，感谢一齐，杨总大气啊。你们挑战什么呀？你经常发这三个逗号，我有点慌。你经常发这三个逗号，我有点慌啊。会有人离开和受伤，朋友不停唠叨，灌输着安慰和思想。卡房管，欢迎武骑士，还是100卡房管。我们是一个火箭，懒得打架。我也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看着路上车来和人，我们一个火箭卡房管。对，我以前是两个呼吸机，然后后面因为房管有限，所以说涨价了，对，500。靠着本该属于我的肩膀。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之后就该翻篇遗忘，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是你要追寻的天堂。怪我庸人自扰，活该又想起你模样。那你就是咱们家房管了，你来这里就是回家了，是吧？是吧？解不掉想象。对啊，你卡上房管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了。然后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的，你可以出去稍微的浪一浪，因为很少人能
能做到那种就是在外面动也不动的那种。感谢谢我沉默哥哥，不是谢谢啊，我应该谢谢大哥呀，我应该谢谢大哥啊。朋友不停唠叨，果树这安慰和志向停有了，我假装一个人带着情绪游荡，看着路上车来和人往。钟子晨，突然好想问你，是谁幸运在你身旁？本该属于我的肩膀。我一起看这个节目。那你之前看啥呢？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之后就该翻篇遗忘？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是你要追寻的天堂，怪我庸人自扰，活该又想起你模样。爱被完全愈合的伤口还有难科啊，还有男朋友啊。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之后就该翻篇遗忘？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是你要追寻的天堂，怪我庸人自扰，活该又想起你模样。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又被雪上加霜，解不掉想象。我知道吃播的，我知道每次吃播的，我就是问一下，你难道不会觉得会饿吗？就烧烤，大晚上别提了，我们换一个话题好吗？我喜欢那种职业烧烤，我也会啊。感谢谢我南哥哥，我也会啊。我以前也经常做烧烤，还行，主要是晚上我还没吃晚饭，我今天睡过头了。所谓的爱情，好了，我们换一个话题。总会有人离开和受伤。那你是怎么进来我直播间的呀？朋友不停唠叨，灌输着安慰和思想，听懂了，我假装。怎么唱歌唱的好听啊？还行，我是骚人。骚人？啥叫骚人啊？看着路上缘分点赞啊，全靠缘分啊，全靠缘分啊！欢迎为什么？缘分让你我相遇，就看我俩有没有啥故事了。缘分让你我让我跟你们相遇。哎，你打，你今天穿啥呀？穿的吊带啊，就穿了个吊带，我没穿，因为我不知道穿什么。然后不敢唱太性感的，我也六分了，我五分，我已经这个月已经公益两次了，兄弟。我跟你说，那你别跳舞了，刚刚还跳了好三四个舞蹈吧，四个舞蹈。我去，你这样你都敢？谢我宅总，还有宅总的。没办法，家里人太少了，然后又没有陪我的，不知道在座的小哥哥有没有想要陪我的赌鱼不倒，我陪我到老的那种。是哪个区的？站伟你知道吗？站伟你知道吗？我们家小哥哥说那个在还没有女朋友之前是可以陪着我的，如果他有女朋友以后，他要对得起他的女朋友。这样子吗？那也好啊，欢迎星辰。那我们两个玩什么？你说吧，我都行。你都行。一个人带着情绪游荡。我有点慌。
我们有没有点个火的兄弟？有没有点个火的兄弟？欢迎野心。我好慌啊！慌什么？别慌。慌什么？你说。你说要玩什么？你说吧，你说吧，我怕。你这个吊带，你这个袋子弄出来不会被警告吗？我刚刚被警告了，哎，不能弄。不会啊。会，真的。因为我可能我的胸，我这样显不到我很大。我把它拉上来了。我其实我穿的也是跟你一样的，我穿的也是这一件。胸不大没事，我跟你说。你看我穿的也是这一件，我告诉你。感谢那些哥哥，你也是啊。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那什么呢？要这么凑巧呢？嗯，不知道。怎么长得有点怪怪的？我吗？欢迎女婿。是我吗？欢迎骑士哥哥。欢迎奶香哥哥，欢迎奶香哥哥。现在你什么时候你就升42级了？你现在在会来，那也很近啊。但是我不在老家，哎，我在深圳。不是我们两个，你干什么？就这么聊天吗，大哥？来呀，有没有小哥哥出手的呀？点火的呀？干他呀？揍他呀？嗯，感谢我拥护哥哥。你看你一说话，你一说话你就挨揍了啊，难受。你说要什么？谢我月子，谢我木哥送的一个666，谢我木哥，谢懒猪送的17，发怪漂亮的。我们家有情况，大哥在吗？哪一个尊严是吧？先说要玩什么？哪个？感谢我木哥送了一个666，谢谢木哥，感谢我木一哥，感谢大哥，谢谢大哥。你们这是打算怎么样？帮你点头吧，磕键盘吧。磕键盘怎么磕？就你在那里磕键盘。怎么磕？我看一下。你自己来，你自己去。你自己来，你别给我装，我知道你。我真不知道，而且平票好吗？票是平的，怎么就我来的呢？奶香哥哥，你给我来张办卡好不好？给我来张办卡好不好？让对面先坐，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就更好听，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快点，我看一下磕键盘怎么磕。大主播欺负小主播了喂！别闹！大哥，主播欺负小主播了！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要！你不应该现在吗？你不是应该现在吗？怎么能等 PK 结束以后呢？谢懒猪哥哥送的鱼丸，来你磕。我举报对面主播滚刀，对面主播滚刀，看对面主播滚刀，就这样子磕吗？嘴巴张开好吗？真的是这样子磕，完全没有灵魂。本来就是在磕的，要紧闭的。你的牙为什么要紧闭呢？真的是，你要把嘴张开，知道没有？所以那样才有灵魂，知道吗？还有存在，没有灵魂的磕键盘，没有，知道吗？谢谢，感谢我月红哥哥，那么哥哥。来，我们俩有没有鱼丸？又平票了，太难了。感谢，谢谢谢我那么哥哥，欢迎小叶。这样不也一样吗？真的是。像你放这种歌的，害我头不住，你知道吗？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呀，是吧？有没有小哥哥出手帮帮忙的？欢迎尖黄生。哎 ，Oh my god！速度挺快的，你有点皮啊，兄弟，你是皮卡丘的弟弟，皮在痒吗？也不是。我开空调了，你开空调吗？今天空调那么贵，我开不起。这是高可。You think I'm sexy too?然后还有那个开火车不能跳，你记住这两样一定不能跳。我之前跳了开火车啊，你跳开火车的时候把那个就是你拉近了以后，就是不要到你的腿那样子就可以，就不会。对，感谢我酋长，谢我酋长哥，感谢我酋长。最好你跳舞的时候胸不要露出来，不然的话很容易被警告，因为内衣跟打底裤露出来是会被封号的。然后你最好就全部正面跳，正面跳的话也不会被封，但是你不能就是抖臀的话太难了，真的。如果你真的要抖臀的话，你就选在你屁股的二分之一那样子，它抖，它就看不太出来。对。但是你不要露到腿，露到腿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他看到打底裤就立马警告你。我说呢，给你天天背腻了。我告诉你啊，这种话呢，就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听。妈的！是公益主播，真的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收速太快，有点受不了，快去了。你要不要办个卡啊？你要不要办个卡？我的天啊，他们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让我些许有一些忧伤啊。感谢为什么办卡？我跟你说，你别这样去测你的那个，你把你的那个移到旁边来，把你人移到这边来。这样子吗？谢谢阳光哥哥送的赞。我们家那个运营跟我说，让我最近都别跳舞了，他好怕我工业老巧。
我觉得就站起来扭一扭就行了，我看好多主播都是扭一扭，就跳舞也是扭，就除了扭还是扭，我觉得挺好的，又省时又省力又不会流汗。啊，不是，你穿第一次啊？啥第一次啊？我又打酒了，你也没去帮他呀，说这种话。嗯，不行，你怎么能打我这么快？日常打酒窝，吃饭是他们又说，他们说我又打你了，那不是日常打一打吗？你真的，你别怎么跳了，感谢做饭的女子，知道吗？我不跳舞的话，直播间连一个鬼都没有，真的是太了。我也觉得是，虽然说我这样劝你，然后我的运营也是这样劝我，但我，然后我也是跟他说我跳舞，我不跳舞没人啊。对啊。太难了，你知道吗？真的。所以说你有没有小哥哥决定要陪一下我的，陪我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日后我必会跳更好看的舞蹈给你看的。对，日后我必会跳一个特别好看的舞蹈给你看的，当做回报。感谢不行送的班卡，先不行的医药费，我的医药费就来了吗？什么这种话？我的这个都不用拿出来了。这是什么呀？碗啊，医药费啊。为什么是个正方形的？正方形的碗它不算碗吗？不可以吗？我就没见过正方形的碗啊。它能装就行啊。只要是他能装就行了。我跟你说，你这真不行，你这不行。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拿个盆，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拿个盆的，大哥。不，你心里记得。太难了。你有盆吧？你那边有盆吧？大哥，我太难了。我们也能再玩一把套头的吧？是吧？以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不再玩一把那个面盆套头？我，你是不是我连微信都给你拉黑？因为我觉得挺好的，真的，真的，我们之前都是用大个的碗或盆，而且要是有点破破烂烂的那种。然后你像你这种，我跟你说，大概一看，我给个硬币，可能他都不会想拿个大锅，不是拿个大盆。欢迎来妹。看到舞蹈标签才进来的，那就是缘分啊，兄弟！你看舞蹈区那么多小姐姐，对不对？你为什么就进来我的直播间？还不是因为有缘分，对不对？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对，还不是因为藏我的身子。我们直播间有藏我身子的吗？我还不知道有人藏我身子。看别人的身子，你都不藏，为什么偏偏藏我的身子？还不是因为爱我，真的是讨厌。我跟你说，现在大家好像已经不缠我身子了。谁？谁不缠你身子？暂时没有。对啊，暂时都没有。你看，他们已经对我没有任何的想法了。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个衣服？欢迎，换什么？你这是衣服还是裤子呀？衣服啊，吊带啊。感谢我吃字不长字了。来，你先看着我，我去换个衣服吧。嗯，好，你去换吧。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以前衣服都不好看。海牛飞哥哥，欢迎，怎么办？我俩的衣服好像不一样，我这个是比较鲜艳的，就因为我的运营他说我衣服总是黑色的不好看。欢迎五哥，你这个名字好面熟啊，好像我微信里面有一个大哥的名字啊。感谢我波音，谢谢我波音哥哥，波音你在吗？波音，波音。
布丁有你在吗？无人与我来交伴，人间惶惶古怪，竹林外有书斋，你于此地畅快，原来在独山山者不来，是我钻木作羊在下摆，还是他们本就心怀鬼胎，人不知悔改。不在骑士干嘛去了？骑士其实他挂机了吗？他没挂机的话他在看下棋呢。你在的话你就出个声儿嘛。波一你在吗？波一你在吗？哇操，你这件衣服我甚至有点面熟，你是不是顺便瞎着我的这件衣服？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就看到是有个衣服。哥哥我欠你吗？这衣服真的很有家骑士啊，这衣服我跟你说你就没有。我是没有啊，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在我的衣柜里面了。可是我没有收到这件衣服，真的，我收衣服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件衣服，气死我了。一毛一样的衣服吗？这是一毛一样的内衣，你知道吗？气死我了，他拿我衣服。喂，我的衣服还在你那里呢。啥衣服？你啥衣服？哦，白色的，我刚买的那一件。你去找找，估计就在那了。前面和后面，谁前谁在后？自走棋。嗯，不是哪个呀？还莫失。那个自走对自走。这样会不会太性感了？嗯，放心你不性感。我们要尬个舞吗？我不尬。人家扭一扭，扭一扭，猥琐发育的那种，很猥琐的那种，好不好？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被封的话，就是双双自爆，然后我们两个又可以打着语音开着视频聊着天。哎，你今天扣分了吗？你今天扣几分了呀？你还有多少天回分呀，兄弟？你知道我们两个今天挂了多少吗？17个小时。没有17个小时，12-13个小时左右。啊呸！17个小时，截图都在这里，狗东西。嗯，我记得我在11、12左右，我那个挂了，然后我打电话打投诉电话去了。嗯，你知道我妈给我煎腊肠吗？我妈今给我煎腊肠。嗯，我妈25号，上个月25号给我寄的，27号已经到了，她不给我送，她前天给我打个电话，她说你的快递为什么不来拿走呢？我敲，我说你不送货，我说你不送过来吗？她说我给你发了信息，让你自己来拿呀，我去天边给你拿呀。然后我就去翻聊天记，翻我的信息箱，根本就没有他给我发的信息，他就自己把我的快件给我签收了。那你可以投诉他呀。我打了总电话，然后又打了这边的电话去投诉他。那你知不知道你打电话他只是暂停通话，然后你接完电话以后他还会返回去继续接着。这样子吗？我不知道哎，不是，我后面知道了，兄弟，我后面知道了。哎呀，你在干啥？你给把自己遮起来。我在做一个很坏很坏的事情，你猜？来，我们两个一起嘛。毛子怎么了？什么毛子怎么了？开心吗？新闻箱燕子吗？哦、oh?
等等，毛子是谁啊？毛子是谁啊？毛，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东吴时间，对啊。哎，博音，你是刚玩了吗？博音，你是刚玩了吗？我都害怕，假酒过期了，我都害怕，你知道吗？我怕那个。这进错直播间了吗？没有啊。对呀、啊。就刚刚那什么。我觉得播音小哥哥可以那个常驻我直播间了。我跟你说，等明天我给你跳舞。我今天不敢跳，欢迎温室啊，我怕我一跳然后就挨封了。我觉得懒猪小哥哥也可以常驻我们直播间了，真的。咋穿啦、啊、我闺蜜，对呀、啊、这是我闺蜜放出来了呀。你爱我，我敲这突然间有一个小哥哥给我发个信息，他爱我。哎，你那不是，那就应该加个微信啊，深入了解一下呀。一级的一级小哥哥，咱就还有过期的。主要是你一级的小哥哥，一般都是你要揍他是吗？一般都是人狠话不多的，你知道吧？一般都是人狠话不多的，嗯，对吧？对。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就是那个什么？因为所以科学的道理。对，差不多。你想我吗？你懂吗？我懂，你揍他就行，我揍不了他。为什么要揍我？我不知道，大哥说要揍你，对吧？哎，大马猴，你怕？我这也没有那个东西啊。懂？那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懂了，那你觉得怎么样？我才过去走，他离我有点远，你是弟弟。谁离你有点远？我跟你说，一看大你是大哥，来吧，我们来揍他吧。一看就是大哥的苗子，我敲。感谢谢谢谢谢我们十个哥，哇，谢谢面包，我的天哪，这个跟我表白大哥给我说一个壁咚。哇，谢谢念猫，果然这不是说说而已，这不是说说而已。你人呢？其实开始一进一出的，他不放心我。懒猪送的。我的天哦！谢谢大哥，你好棒！我敲无情。大哥，你想看什么？大哥，你想看什么？这个名字很符合我们的那个粉丝牌。我们是一只妖精、两只妖精、十二只妖精、21只妖精。谢温石哥哥，十只窝窝，好的真爱，五只窝窝，11只窝窝，真爱，欢迎帝王顺，感谢我温石，谢我温石哥哥，来吧，开始整吧，你来吧。你要整什么？你要怎么整？你蹲在那儿吧，你蹲在那儿磕吧。我超无情。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样吗？感谢我温石，谢我温石哥哥。温石哥哥。You think I'm sexy too?感谢谢念宝，谢谢念宝，这个大哥从一级升到五级了。哎，你说等下超王会不会来说我们？要不就
努力做饭了，不要喝。走一走，走一走也行。哎，你别，你别，我跟你，我跟你说，你咬了几诺一柱吧。还有
沉默哥哥，欢迎天下哥哥。是小感谢我念宝，谢我念宝。念宝，你之前在哪里啊？小鱼啊！欢迎威威猛的小龙虾。玩不过的男超人，玩不过的男神。You think I'm sexy too? 在忙些什么啊？累吗？你累啊，休息一会儿吧。还想学习？玩坐着吗？继续啊，跳舞再来。好的。你爱我？不是你，你是在哪里的呀？能精准的教出我名字？好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sexy guy,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不是哥，你还跟我说我卡吗？就是我说你之前是在哪个平台玩的？你之前是不是看过我呀？Sexy guy. 感谢我念宝，谢我念宝，感谢我念宝的十个六六六。喊其他球迷，如果你今天是，你是来帮我守个塔的吗？ Sexy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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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 你休息吧，你休息吧，最后一分钟了，一直都喜欢我。那你之前是在哪里看过我？你国宝来的，国宝大哥，欢迎我们家骑士，欢迎我家骑士。休息会儿吧。累吗？你关了这么久，能不能放你去看下棋？你去吧。我刚刚以为你去看了下棋了，你去吧。很呆逼，一直都很喜欢我。你从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欢迎阿呆呀！救命啊！欢迎梦见，欢迎梦见你的梦见，你一直关着。感谢我家念宝，谢谢念宝。我一直都以为你出去看了看游戏去了。心脏哥哥说你一进一出的，我就以为你在那边。欢迎书明哥哥。呀，我们不惩罚，我们不惩罚，不惩罚。你那边都没票，你还让你坐那么久。难受。心疼心疼心疼。那我先给你挂了，我去出去 P 一把 PK。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那不行。先不行的医药费，先不行的办卡。小可爱，再见。欢迎我们家，为什么？喜欢我就没有道理。不是你，你总得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我幼儿园开始的时候吧，我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估计还会尿裤子呢，好小啊那时候。那玩意儿，哎，董事长 ，Hello， 我们好久没连了啊，我们好久没连了，好久，因为你分也不多嘛，对不对？你又怕我跟你连，你扣分了，但是没关系，惩罚咱商量，对不对？不接受的没关系嘛，我从来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有什么惩罚，对吧？我们玩什么呢？我刚刚看你们玩那个骑马还可以哦。这样吗？那你别骑吧，我骑。因为我换一个，你给我定一个行不行？你玩磕键盘吧。什么东西？磕键盘。磕键盘那是最后的惩罚，行不行？中间玩骑马吗？磕键盘一直磕吗？一直磕吗？对呀。那我们俩都玩磕键盘行不行？中间。行。中间都玩磕键盘，嗯，你确定啊？你不是六分吗？你不玩这个？没事。那最后的惩罚呢？最后惩罚那个，你先说，看一下，长得很像 X H Y 是谁呀？感谢我念宝，谢我念宝。中间磕键盘很刺激哦，中间磕键盘啊。最后的惩罚我们想一想，我们先玩中间，最后的我们再想一想，行不行？可以吧？好。可以吧？可以。对，我记得你的猫生长很好，可能这把是
感谢亮哥的摩天轮，谢谢亮哥的摩天轮，我亮哥的摩天轮，感谢亮哥的摩科，给我科，哎呀，我的妈呀，我笑，科吧来，重看我的，科，重者五星啊，把五星过了，兄弟们，五星差的不多了，来吧，开始科吧，感谢狗哥的指环，谢谢亮哥，来吧，我哇，推荐版的键盘在下面呢。可以把镜头往上调一点，稍微往上调，不一定真磕，就是那个是。嗯，我不知道。嗯，头不能看到嘴，嘴要遮住，嘴要在镜头外面，下面。你不要露出来，嘴不要露出来，嘴不要露出来。看到看到看到。没事，你可以稍微低一点，稍微低一点。不要露出来，不要露出来。感谢这个一百个银。我哪知道他是有情况啊？来呀，嘴不要露出来，嘴不要露出来。我们要不花好不好？嘿嘿嘿嘿！不惩罚呢，我还想着最后惩罚你呢。欢迎肉肉。啊，我说不要露出来，你不要露出来，不想看你的骑马吧，骑马，频率快一点行不行？再来一分钟，最后一分钟。让你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玩。休息一会儿，让你休息一会儿。骑马吧，来，一会儿吧，骑会儿马不也行吗？要不这样，最后的惩罚，还玩这个游戏？惩罚，罚一个飞机1500秒吧，好不好？可以吧？1500秒行不行？也可以，最后的惩罚1000分5秒吧，1000分5秒可键盘，1000分5秒可键盘，现在已15秒了啊！手机立马放裤裆了，干啥？手机放裤裆干啥呀？别加特林顶蘑菇，天天顶蘑菇，蘑菇顶烂了都，那女主播对吧？那人家，哎，别顶蘑菇啊，别顶蘑菇，不顶蘑菇，顶蘑菇扣分。加特林，我这个对面的妹子分不多，不要玩这种尺度大的，可以稍微啊污一点的，但是不要尺度大的，你知道吗？尺度大，人家一截图举报的就没了，你知道吗？理解一下对面的分不多。一会儿最后的惩罚还是磕键盘行吗？还是磕键盘。亮哥的要求有点高啊，不过说男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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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音乐感觉有点。这女的是真的漂亮是吧？颜值高，身材好。我们俩一起骑，咱俩骑着一匹马行不行？欢迎冰哥，欢迎我冰皇。累不？你觉得磕键盘累还是这个骑马累？哥哥还好一点，那个有点羞涩，就是有点羞涩是吧？不累是吧？那就行。你要累了你就休息啊。啥惩罚？磕键盘，丁哥。一千分五秒，然后我这一把，磕，给我磕。今晚磕了一晚上，贼舒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惩罚特别有代入感，真的。欢迎陈伦哥，关键是你表情真立马销魂。你要累了我们聊聊天嘛，还有两分钟吗？累不？还好。换个动作也行，你换点轻点，对对对对，动一动就行，扭一扭吧，好不好？简单一点，不累的。换个音乐吧，你挺累的，对面大哥也不救你啊。兄弟们，众筹一波行不行？表情贼猥琐，哪里猥琐呀？这叫舒服。你站着扭也行吧。啊，他不会累啊，应该很舒服。舒服吗？不舒服。舒服是吧？欢迎小西西的小骑士，谢谢大家鱼丸。惩罚屁股对着镜头写 MVP 啊，那个一般般嘛，那个玩烂了，那个惩罚，那个都玩烂了都。休息吧，坐下，一分钟，坐下吧，聊聊天。来，坐下聊天，我们来。哇，对面上了，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拿下。我操，对面领先了，对面追上来了。聊天，最后一分钟拉拉票吧，来。对面好像愤怒了，兄弟们，手打。对面老头上了啊！感谢打他，你知道为什么？谢小剑，磕键盘，磕。感谢我们家为什么鱼丸，刺激个啥？心理刺激啊！谢谢，感谢我七叔，谢谢的星空卡，谢兵哥的星空卡，谢兵哥的星空卡，兄弟们守个塔行不行？一起守个塔，众筹守个塔，众筹守一下。感谢我们家为什么，大哥们在吧？困兽哥改名字了，困兽哥，欢迎困兽哥，欢迎王位，谢兵哥的六张星空卡。守塔，对面肯定会偷的啊，肯定会偷一点啊。偷塔，哎，我操！感谢兵哥的星空，亮的卡丁哥，谢谢狗哥的400个星球，这是多少个呀？12乘以5，70秒，一分钟吧，行不行？就一分钟。一分钟看键盘吗？对，一分钟。50秒，再减10秒。看这个卡不卡的上都没用，他这个回啊，对面打的太狠了，但是感谢兄弟们的鱼丸半卡星球火箭五星，是不是过了呀？今天，哇，你放音乐吗？不用放音乐，这种就要安静静的，对不对？真的，你可以讲，你是对面的吗？啊？我有，不用露嘴，不用露嘴，真的不用露嘴，对，不用露嘴。等我一下，妈这个。30秒，就30秒吧，行，就30秒，30秒就够了，好吧？不用那么久，不要露嘴，不要露嘴。你注意，慢点，不要露嘴，对，慢慢的，如果有声音更好，对，不要露嘴，对，啊、不要露嘴。
不想看到你的嘴，不想看我的嘴，对对对对对，鼻子露个鼻子就可以了，对。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可以了。你开始说还过程完啊，我都怕你那什么，怕你顶不住啊。可以了可以了，我以为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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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以为就是这样可以。啊，舒服了，我操，真舒服了，给对面点点关注，兄弟们去对面点点关注吧，这妹子颜值身材都可以啊。嗯6837285，6837285，给你们发个传送门，好吧？6837285，欢迎6837285，直接点我这个弹幕去对面，直接点我这弹幕去对面，好吧？6837285，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点点关注，谢谢谢谢大家的火箭飞机办卡星球，谢谢大家。我第一次玩这个。第一次玩这个吗？不是，我以为玩的，我以为就是这样磕的，我以为就是这样磕的，这样还好吗？这游戏好玩不？这游戏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我以后再也不玩这个了。还是炸炸的，对，炸炸的那个键盘王，炸炸键盘王，明天我们再连一把炸炸，行不行？明天再连一把炸炸，好吧，那就这样了啊，加油，好吧。其实这种惩罚还好，超管也不会提醒，只是这个画面感啊，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也不是很尺度大的，不像顶蘑菇，对吧？你顶了之后，人家一截图，超管就看到了，对不对？举报的就没了，是吧？嗯，不一样。拜拜拜拜拜拜，加油啊！对对对对。哎，感谢谢谢谢谢给我们的关注。我天啊，我怎么能把自己给卖了呢？你曾问我害不害怕，抵不住那一刹，若晴那若雨，爱恨情仇千万缕。我曾问你何时迎娶，经不起的再续，不急又不缓，在山的一头呼喊，不管听见还是不见，哪怕黑发被侵染，我还是爱你，要我说多少遍。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你始终不愿再看我一眼，不悲我不喜，就在心里等着你，让流星去飘过万里，带去我的灵体。你们好，我是魏小然，感谢您的收听。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酒窝在干嘛呀？是谁醉酒策马，我死后放断天涯？是谁？
要去神话，我十指太将风化，是谁高歌天下，我目送海角雨下，叫你母，是谁拨乱四发，我愁思摸鱼不答，我还是爱你，要我说多少遍，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你始终不愿再看我一眼，如诗啊如画，放不下的是牵挂，你曾问我害不害怕，抵不住那一刹，若晴那若雨，爱恨情愁千万缕，我曾问你何时迎娶，经不起的再续，不急又不缓，在山的一头呼喊，不管听见还是不见，哪怕黑发被侵染，我还是爱你，要我说多少遍，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你始终不愿再看我一眼，不悲我不喜，就在心里等着你，让这心去飘过万里，带去我的灵，真的是啊，果然还是不能跟那个比玩，果然还是不能跟他玩。没事，我跟他玩，我就怕他说我玩了玩不到，玩谁谁谁比我玩的好，谁谁谁玩的好，然后所以我很久都不跟他 PK 了。然后他之前找我，我也没跟他 P， 然后这一次好久了，然后他一直来我直播间，我也不好意思啊。魏小然，感谢您的收听。剑皇师，他叫剑皇师，他玩了，他本身就这样玩嘛，所以说我不太敢跟他玩，我怕他等一下觉得我不能玩这些。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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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他每个人玩法跟那些都不一样嘛，是不是？他主要是带大哥看福利，宁北就是主要是带大哥去看那个跳舞而已。是谁妙趣生花，我十指太将风化，是谁高歌天下，我目送海角雨下，是谁拨乱四发，我愁思摸鱼不答，我还是爱你，要我说多少遍，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你始终不愿再看我一眼，如诗啊如画，放不下的是牵挂，你曾问我害不害怕，抵不住那一刹，若晴那若雨，爱恨情愁千万缕，我曾问你何时迎娶，经不起的再续，不急又不缓，在山的一头呼喊，不管听见还是不见，哪怕黑发被侵染，我还是爱你，要我说多少遍，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你始终不愿再看我一眼，不悲我不喜，就在心里等着你，让这心曲飘过万里，带去我的灵体。对，寂寞都不容易。对，我主要是担心我不能整活，然后让他那个直播那个节目不太效果不太好而已。你现在还很年轻，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不燥，微风正好，趁你还年轻，他还未老。你们好，我是孟柯。趁微风还正好，趁年轻他未老，别再想着去逃跑，你应该去祈祷，趁阳光还不燥，趁微笑他心跳，你是救赎他的药，还剩多少个骄傲，秋风起残叶落，别担心再犯错，几年青春都走过，你别再次错过，这本书谁看哭，谁看哭洒泪珠，万物都在复苏，你应该去在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躁，眼笑心跳，尖叫良药，年轻不老，繁星祈祷，等他鲜花放掉伤疤。这首歌还没完，这片天还很蓝，他在等你把家还，等着你去踏金銮，那条路还没走，别消失在路口，他为你化身消愁，别再为他发抖。因为你拿起笔写天下，玩的写风雨，漫天风沙为你许，都是为了你自己。走了走，停了停，那份情不想赢，他得等你到天明，你赢陪他不行。黑夜繁星故事聆听，词作谁经，冰冷夜星，笑容重逢，道路相同，夕阳变红，神情从容，相思剧为你补，这颗心谁来补，哪怕千山万人堵，你就是他的归属。那扇门那个人为了谁丢了魂，他的故事没人闻，你已经记得他心神，把名字写满纸，这份情没到死，伴随你慢慢行驶，他不应该停止。趁阳光不燥，微风正好，没有医药费就不香了。他还未老，可能你想见的人，可能是我酒后不太好。你现在还很年轻，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不燥，微风正好，趁你还年轻，他还未老。你们好，我是孟轲。趁微风还正好，趁年轻他未老，别再想着去逃跑，你应该去祈祷。趁阳光还不燥，趁微笑他心跳，你是救赎他的药，还剩多少的骄傲。秋风起残叶落，别担心再犯错，几年青春都走过，你别再死错。我主要不敢跟他连麦，是因为我怕我整活不好，是因为我觉得我怕我整活不好，等一下大哥看了又没啥那个，对吧？做过这本书，谁看哭谁看哭，洒泪珠，万物都在复苏，你应该去再哭。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眼笑心跳，尖叫良药，年轻不老，繁星祈祷，等他鲜花放掉伤疤。这首歌还没完，这片天还很蓝，他得等你把家还，等着你去踏金銮，那条路还没走，别消失在路口，他为你化身消愁，别再为他发抖。因为你拿起笔写天下，玩的写风雨，漫天风沙为你许，都是为了你自己。走了，I'm not afraid to die.
身影，爱恨悲喜全归于过去。声音太大了，哦，我把它放到大，我是把它放到很大声了。能否过节被回忆占据，所有故事都身不由己。终于放手彻底爱得多轻易，音乐百分八十，声百分之二十。我刚刚是声音把它调太大声了，音乐声音。嘴巴是不是要擦点润唇膏啊？不用。每次看上去干干的，没办法，我那个我嘴巴是一涂口红就会这样子的。现在好，调小声，我这人声真的很小，我那个调试怎么敢去找他？现在呢？现在好点吗？的声音，爱恨悲喜全部都。现在声音好点了吗？我之前调过，但是它没有用。来听，欢迎高哥，超级好，现在就好点了。欢迎豆豆。我也觉得我人声有点小，欢迎可人，欢迎高哥。回不去，连我孤身的雨，一时点下绝口。好点了，我现在开到很大声了，最大声的。想想我你在过去，迟疑离去，故事总有结局。往后一生不悲不喜，终于放手彻底爱得多轻易，何必强求无心再。现在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吗？因为我声音不好听，所以我也不敢开得太大声。换一个调音师吧，那么多调音师很好听，很好了呀。我看一下我今天贵族多少啊？声音不挺好？不是，我感觉我有时候说话我就会很大声，我有时候声音很大声。为什么说棒棒的？留我孤身多雨，一滴的伤口绝口不提。欢迎 King， 欢皮卡丘，欢啾啾。以前声音，现在声音比我好了，开声音开播声音都不够柔，都不够大声，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我一直以为他不能调。感谢谢我们家为什么说武汉加油卡，欢迎铁道游击队。我头发应该要去染头发了。
事都身不由己。欢迎狸猫，欢迎元芳家董事长。欢迎依依超爱哭呢。我今天还，我等会儿再跳个舞蹈吧。我等会儿再跳个舞蹈吧。感谢谢谢谢高哥哥说打起来，我去上个厕所，然后等会儿回来我们跳舞好不好？还是得跳舞呀。不能总是打 PK 呀、啊。在我心底堆积，所有话题全部关于你。你的眼里有他的身影，爱恨悲喜全关于过去。我站在黑夜满街哭泣，有心参与却无缘代替。冷风过境被回忆占据，所有故事都身不由己。终于放手，这比爱的多轻易，何必强求，无心再算计。我们再回不去，留我孤身多余，一地的伤痕绝口不提。终于放手，哭泣爱的多委屈，何必强求，无力再破局。全关于过去，我站在黑夜满街哭泣，有心参与却无缘代替。冷风过境被回忆占据，所有故事都身不由己。终于放手，这比爱的多轻易，何必强求，无心再算计。无心再算计，我们再回不去，留我孤身多余，一地的伤痕绝口不提。终于放手，哭泣爱的多委屈，何必强求，无力再破局。从此一人远去，故事总有结局，往后一生不悲不喜。
You with my hot flashes in your face, they call your name all over the place. Would you